男生吵架，哼，我永远不会理你。我也是。五分钟后，走啊，出去玩去，走啊。女生吵架，哼，哼。十年后，哼，哼。男生有多敷衍？刚刚鱼刺卡喉咙了，差点见不到你了。没事吧？吃啥啦？你说我吃的啥？那是怎么搞的？我怎么搞的？我他妈自己拿鱼刺戳进去的。嗯，那你小心点。超人为什么穿紧身衣？因为救人要紧。哪个水果最老实？芭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是芭蕉啊。什么植物和动物最像鸡？树和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树马像鸡。金木水火土，谁的腿最长？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火腿长啊。桌上的水不要随便喝，取一杯新鲜的水，一口下肚塞神仙，爽呀爽。阿星突然冲到我面前，我刚撒的尿呢。不想成为别人的选项。你不能给两个人打伞，我的意思是二选一的时候记得放弃我，毕竟我不想做别人的选项。去上学的你，放学回家的你。